我试过一次16楼要跳下去，下面是大马路，是没有安全的，这只有一个威亚。替身看了很久，他不愿意做，那就只能上啊。我就跟吴叔指导，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躲在旁边，我冲到这里，你就一脚把我推出去吧，我真的没办法跳那一步。然后那一次也是很不可思议，是跳了出去3还是4楼，威亚有一点松掉了，因为威亚一断气，我们叫断气，就16条你断了一条，基本上就也等于断掉。刚好那个旧房子有很多挂衣服的那种，对对，空就把我挂住了，然后威亚就啪打开了。哇！有时候你会想，哎，如果这个我成功了，也是荣耀，荣耀。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女生从16楼一条威亚这样跳，到现在还是保持住。你跳完以后没人敢跳了，也没有，只有成龙一个跳过那么高的，这女生没有。对，其实我脸上我很多受伤，很多缝针啊，很多爆骨头啊。对，我真的是非常幸运，我这里20多针，我这里30多针，然后我这个眼骨，这是拍苗翠花的时候，因为7天没睡觉，明明是要低头，可是已经晕了，低不起，就一个飞腿整个就踢到我这边，所以我现在我鼻骨很多人都觉得我怪怪，其实我断掉的，我这里断掉的，我整个是歪掉的。然后我这个骨头，如果你叫 X-ray， 你会看到这里是裂开的，所以眼科医生就说你千万不要给打到，因为骨头这里裂开之后呢，它不会再长回来，如果给打到很容易眼睛会跳。哎呦，对，所以你，对呀，都习惯了。我输了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己苦啊，我觉得很骄傲的。那行，对，我人生很骄傲，我一点都不苦。